咱就是拍一期好不好？太舒服了！完了完了完了，怎么有这么多碎屑和手套啊？不知道。我好怕呀！我实不相瞒，我昨天做梦都在猜今天要干嘛，我好害怕呀！啊！我没想要上来呀！非得拿吗？好慌呀！我天哪！ 不要猜，你不会猜到的。大哥，哇哇，这是什么吹气？这是什么吹气？下面有请我们的念实验手册大使李荣浩宣读手册内容。念册大使，李荣浩宣读手册内容。 坐会儿，坐先，对，先找位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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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。先开头啊，简介：生活中意想不到智力实验手册，就可能生活中意想不到的力气。我们能听懂。自古以来，怕你们听不懂，怕你们紧张。 自古以来，人类对于力量的追寻，就从未停止过。我们渴望着无比强大，不过受限于肉体凡胎，常常会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但生活中许多看似平平无奇的物品，它们可不一样，它们能产生超乎想象的力。今天我们就通过实验研究它们的意想不到之处。就怕有这么一句话。生活中那些常常被我们忽视的平凡之物，却能发挥巨大的能量。 一粒口香糖能敲开坚固的椰子壳，一包方便面就能修补破裂的墙。今天嗨放派成员们还有什么东西呢？将通过对这些物品的研究，怎样感受到强大的力量。等待他们的第一项实验是什么呢？实验一：排气管如何产生发射材质的力？排气管，这排气管材质是这个，你吹呀。 你吹到什么时候？吹到什么时候？这个味儿确实有点顶。排气管一根被大家严重低估了管。没有没有，我们没有低估过，我从来没有低估过排气管。我特别尊重它，特别尊重排气管。我尊重的世界万物。主要是排气管。 排气管，让它出现在空调上，大家会说好丑啊，把它藏起来；让它出现在抽油烟机上，大家会说好脏啊，上面全是油。在这项实验中，我们要研究的是平凡之物是排气管。据说，甩动排气管能让精子洒满天空。是这样。对对。哎呦！哇！可以。哇！ 当我们使劲甩管的时候，管内空气会因为离心力而被甩出。此时管内的空气变少了，管外的大气压高于管内，气流从高气压区流向低气压区，所以管子下端的空气会向管内进行填充。管口附近的物品就会跟着气流一起吸到管内了。接下来，请成员们分为两人一组进行对决吧。我们俩一组，我自己，我一会儿帮你，我一会儿帮你。 开始！哇！哇！哇！你看，哇！你这啥玩意儿？使点劲儿甩行不行啊？ 使点劲儿甩行不行啊？你这啥玩意儿？它是甩不起。软绵无力。使点劲儿甩。你这啥玩意儿？它是甩不起。来来来。哇哇！你看，哇哇！你还得是大勋啊！ 你看，老师说，浩哥那边已经天女散花，我这边已经，还挺好看。
挺好看。浩哥那边已经是天女散花了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吧，再来吧，再来。甩呀、啊！浩哥那边是可以啊。甩还有一点，马上就完事了，成长。哎，还有一点，马上就完事了，成长。你别，你使劲甩。好，没劲儿了。加油！甩不甩？好，好，没劲儿了。甩，甩。好，没了吧？好，可以了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可以了，没了，没了。甩。停停停停停停。不行了，哎。但是浩哥赢了，耶！甩拐王，浩哥37秒，哦，够快了，浩哥。哎呀，这个玩意儿就是实力大着。哥跟甩拐甩的真快，是吗？甩拐甩的真快呀、啊！也不是我吸纸吸的好，吸纸吸的也不错。甩拐王和吸纸王。锡纸王好像是有点锡纸烫的意思。就这么做完了一个实验，甩甩一甩就完事了，太简单了。不是，他主要后面有一句口号，哥哥你好大的力，好，要齐声赞美啊。那咱们说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对，来来来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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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挺累，来吧，来。咱们内容咱们中信实录哥哥，好，3、2、1，哥哥你好大的力，哥哥你好大的力，是不是不开心了？听这种，对，感觉有点被侮辱到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占便宜，占便宜，好难受呀，我这一生都没说过这句话。那来吧，我们来第二个实验吧。哦，实验二，哪种厕所用品可以产生强大的力，让你悬空1分钟？强大的力，皮揣子呗。皮揣怎么让你悬空1分钟啊？吊着吗？你能吊着你？不可能，我肯定不行。那得看多大的揣子吧。哦，对，大皮揣子，巨大的。